太暗啊，现在还好，太暗的话就拍起来不好看。Uh-huh. 来来来，现场又有一个我们的星探，哈哈哈哈，给你这样看了。啊，这个可以接麦克风了，对，美食天堂，哎呦，赵光老师，啊，我要对一下那个白平衡来对，怎么样？你搭多久的车了？一个小时多。哇，你看嘛，从辅仁赶过来一个多小时，超久的。时间去哪？哎，都可以了。哎，都可以了，都可以了。好。好吃，张光老师，你吃了几个生蚝了？两个生蚝。两个生蚝。在干嘛？两个生蚝超。没办法，台长哦，要这样子的才能当台长。生蚝超棒。这个，我们这个张光老师，这个艺术时间呢，也有美食的艺术在里头。你呀，赶快吃吧。你看哈、哦，你那个白平衡对了哈、哦，你拍起来颜色就对了。所以你要照下来一样，你相机哦，你在拍的时候一定要先把白平衡对了。嗯。啊。光线很重要。到时候要纪录片只能找台长要。我知道，我先录一小段起来存档，哎。这边已经晋级酒来了啊！千万不能躲，躲的话就会停在那里。
头在这里呢，等一下哦。